哦，我们邀请这一组叫做 DTS， 请上台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音乐请。前显贵，人后受罪，对不对？那、所以你练多久了？两年。
所以呢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，还是要透过学习的哦。那你觉得跳舞会让你找到什么？找到爸爸妈妈？你觉得我泡操啦，所以你的脸都我爸爸妈妈叫我来。对啦，先跟访问你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九岁。那你目前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没有固定的啦哈。你喜欢这么多人为你拍手看你跳舞吗？还好。对，真的不好亮。没有了，来，我们再给 DTS 一个热烈掌声，谢谢。